你红包的。对，要辣不辣？要辣。不要辣几份？三斤葱要不要吃辣？喂。好，来回去拍好。我今天看一下，慢慢来。除了白甘蔗，我还没喝。这个三星葱我有吃，还可以。然后就是猪肋排。来，甘蔗好喝，这个猪肋排也不错。它旁边的冻柠茶，我喝两杯了。这两摊应该是一家人。好，我准备要去找我的饭店。刚刚坐在他们家的位置上，而且又在旁边，然后上网去订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等到活动。我真的要走到西南哥那。蛮多大陆游客，但据我所知，我有问过他们，跟他们聊过，大多都是跟团来的。我从庆仁哥那边绕过去，这里是六合夜市的中段。现在是用大疆的云台手持在拍，我没有连。我没有连那个什么手机，因为我手机今天降飞，空拍机这样飞上去，空拍机还有电，手机已经没电了，我一直都补不回来，使用太频繁了，所以剩20几%，我放在背包里在充电。我现在的走的路径跟上一个影片空拍走路径是一模一样。从平面可以看到人还算多，但是稍微往上抬就知道，我的空拍机其实飞得非常辛苦，因为空拍机的防撞都是要打声波出去的。所以人太多，建筑物太密集，会很难飞。然后等一下会到信仁哥的路口，他那路口因为就是路口，我都从那边起飞，但是在那边起飞更危险，因为路口吃风吃得很凶，所以反正就当练习吧。好，我不知道镜头可不可以看到啊，正前方已经在摇国旗了。活动说要来，我一直都不知道。从黄4:30快5:00就到了，到现在我记得5:00多的时候说他6:00，果冻6:00到7:00会到。所谓的说就是六合夜市有他们的管理员会广播，
但是六点的时候又说七点左右又会到，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时间了，我现在手持，然后手机在充电，我放到背包里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时间，我应该接近八点了吧，七点半左右。这个前面的国旗，我来帮你们拍美食。前面的国旗真好笑。上个影片我就是从这边开始出发，从这边开始飞啊。他们好像正在铺国栋，那也是铺一阵子了。理论上，我要是国栋，你一定不会走这一头。我就等一下。我没有说很风云，反正当个很闲很闲帮忙拍影片的。啊，你不是因为对，就他这一把就是他的，你要打给他。不过如果还是什么的人有在看这影片。我今天吃饭的时候就在夜市里面吃，其实有摊商在想，韩市长到现在还没有来过六合夜市。有小小的抱怨，如果韩市长周遭的智囊或幕僚我听到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应该要注意。七分钟了，随随便便都七分钟了。像我等一下用手机上传，手机网络上传应该要弄很久。饭店的不知道好不好用。好吧，我近拍好了。其实我想去找垃圾桶，因为我手上要丢垃圾。也有人在拍，应该是一头人在拍。哇！现在这群人就要准备要跟国栋对干了。这前面的传说是刘墉在访问。哇！连警察来啊！不太对吧？我绕过去了，我不想漏摔眼珠啊。这镇上真的啊，对，警察来，那表示是帮国栋维安吗？这里就是应该算哪里的路口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旁边就是美丽岛站，美丽岛站旁的出口，我不知道几号，好像是，像远远看是十一号，所以十一号出口上来，如果真的有人要找信用哥，他们的摊位就在这里。有条子，有警车，这也是警车，还是侦防车，因为上面有装备，
所以真的要来吗？走过去吗？刚刚不知道是真的有来还是没来，有人利用广播喊了几声，很好笑。反正就是不给股东脸色这样子，那就是信仁哥跟公文三伯的摊位，那这里啊还有一个卖糕饼，我没办法买，真的有点对不起他，因为那怎么讲啊，文三伯来了，我来帮他录。哇哇，他们真的是，他们真的是红到先天当人形立牌就差不多了。我想念你了，你要看自己了啊，好，然后去看那个答，准备要开干的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对不起。他们两个手牵手，超紧张的跑来。本来还在旁边拍照，好像躲镜头，真是太好笑了。十几分，好吧，先在这里蹲好了。欸，他们在那游行呢，真的太好笑了。小心！不想拍照。目测大概20内吧，所以我有可能会被其他的相机或什么，我尽量躲。其实这边真的很好玩，刚才这样子。云台发烫，我第一次录视频，我来试看。本来说要找垃圾桶，我那东西去。我都不知道要坐什么车来。其实我们希望还是这样，像刚刚讲的，我随便找，该怎么讲？文山伯跟信仁哥的东西我都有封上，然后就开始吃，随便吃啊，其实是随便吃，但就会有听到。摊商说到，韩市长上任到现在还没有来过六合夜市，有点小抱怨。对，他们真的要跑。
感觉这样子不能说每天，感觉是至少每周好像都过得像很欢乐。